学龙，两件事起起来，历史性的一刻，暌违八个月，整整八个月的等待，大家都有了，只剩我没有了。不过我一次学两本，我们先学唤醒。啊，三二一，哇，唤醒术习得，再学龙啸，双子技直接一次到位。回来直接拿四指啊。龙啸加唤醒术，我还没学啊，当然爽啊，怎么能不爽？靠北等那么久哎、欸，等多久啊？八个月，不能爽一下是不是？或者像小朋友哎、欸，拿到新玩具的感觉。然后回来拿了斗篷嘛，斗篷跟这个亡灵手套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亡灵全套。可是穿亡灵套攻击力就会比较低啊，十套的话应该可以150攻击力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十套，我们只有两件而已。然后这套亡灵套减免呢是可以到64减免47加17。平常练功的话可能就是换死骑手套跟死骑盔甲，然后力量装。欸，没有吃这个。哦，可以到这样子啊。但是因为我克特头跟克特脚卖盟友了，哦，不然命中可以到304。所以我现在要收死骑头跟死骑脚。如果这两件的话可以卖我。不过如果穿这套的话防就会比较低齁。哦，穿减免的话可以到237哦，这样两套差7点防御啊，那就是看打架去切换这样子。然后可惜火碎一直不给，火碎如果给的话，我们今天就是五指登科，两指装两指技加一把植物，学喽，两件事起起来，历史性的一刻，暌违八个月，整整八个月的等待，大家都有了，只剩我没有了。不过我一次学两本，我们先学唤醒，啊，三二一。哇，唤醒术习得，再学龙啸，双子技直接一次到位。哇，看这个画面，两个红点只会出现一次啊。龙啸150000赚啊，蒙内价啊，龙啸加直斗加亡灵手套，总共420000赚。啊，唤醒我是买100000赚。所以这一波这四个东西总共花了520000赚。如果要再加上一个止步的话，要等帕剑出来了，再加止步下去的话，五指大概要花670000赚。但我觉得也是算可以接受的啦，因为有些人按止技就按了200000赚，按不出来了。670000赚换五指，比起你自己去按制作那个价钱差太多了。而且我回来07，我已经搞了一些收藏，便宜的时候已经搞了，现在69.22%。还有一个那个很久很久没看到的一个收藏，这个哦，这个东西超少的。我回来07刚好看到架上有直接拉了，然后我们回来还有搞这个移动速度那个，这个也收好了。还有一个是血量的，这个加8米斧被我点出来了，这样总共是加50血。回来之后，因为我在07小号有买礼包嘛，我有在小号这边抽到一张这个。我最缺的一张卡片，影子大王雅利安哦，这张也是很补，回来07直接补到，魔防加1，血加30，物防加1，这个也很香。然后昨天那个红利重置嘛，重置之后我们补到这张亚丁步兵队长，哦，这张品成帮我抽的，直接补力量加1，所以算提升蛮多的啦，真的差百斤几次。来孕育个怪，哇，好帅哦，而且还有音效哎。这不知道能不能改，把这龙啸的那个声音改成哥吉拉叫声。晕小丑啊，晕不太到吧？我试试看，我们来晕麦姐，晕不到。然后可能还差一个帕剑啊，帕剑有那个昏命5%，这个晕小只的吼，超恐怖的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晕这大只都晕不到，等级影响最大。对啊，所以我才一直在充等啊。我觉得头可能是没有药水的。哦，中了。干你啊，香鸟音遭受敌人攻击了，平彩娜是不是想吃龙啸啊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好运？运妖精一发就中了，黑妖不好运啊！刚才真的是好打欸，血祭一波！欸，不要不要，我真的怕他会死，真的怕他会死。两次都中，运妖精法师就很好运啊。黑妖不好晕啊，欸，他又来了，欸，哎，你帮我测一下唤醒啊，哎，欸，我的忍耐快好了，啊，调皮死去，欧洲应该不会生气吧？
哎、欸，我等一下关水哦，你们测试看看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吧，我关水，我们要打你吗？你先打我，然后打到快死的时候，丁特那一只冲晕我看看，不要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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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丁特插我，丁特插我，哎、欸，解晕了，真的可以解，可是我感觉不到有回1000滴，哎，没回血啊，没回血，哇，一个解晕好帅，是 bug 啊，之前我问完完，他说会回1500滴。回血是几率哦，所以没触发啊、哦。那、啊、不然等一下再一次。嗯，我的唤醒术效果怎么不见了？触发就消失了。所以只要有解晕就会不见了。啊，没解晕的话就是回血这样嘛。看他的技能说明是指这样啊。危机状况时，所以危机状况应该是指血量低的时候，以一定的几率恢复体力。他也没血几率多少，并解除状态异常，所以他这个不是一定可以恢复嘛。不是100%恢复体力，但解除状态异常应该是手动按的，那持续300秒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哎、欸，放一次要名誉币50个、欸，想好怎么接技了吗？见面先送他一个龙啸，然后再接小黄晕，但如果是单挑的话，小黄晕起手，有晕到的话接龙啸，龙啸完接小黄晕，然后乱战的话其实就随便按就好了，滚键盘，还是我们试看看满血的时候按，然后把水关掉，看会不会回血，来。我关水，然后嘞，我要干嘛？打，直接打，打到残血，然后王者插下去，再残一点，再残一点，好晕晕，我按解晕，哎、欸，不能按哎、欸，回来好多哦，啊，重点是有解到晕吗？我看我被晕的时候，我唤醒是没办法按的哦，可是晕完之后，然后按下去就回很多这样子，所以是要先提早按是不是？还是不能解晕啊？所以要常驻吗？有就按这样子哦。这可以下拉吗？这不能下拉吧？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唤醒术可以下拉哎、欸，一小时300，一天多少？7200、啊，超贵。有人帮我算哎、欸，913变2677，补1764滴，四分之一血。为什么骑士的子技要几率性呢？要提前放这本，我们已经很早就打到了。哦，等一下我们直接先开吧，先开再测试看看。我们先开，然后打，先不要放技能，打到残血的时候。他们在放技能，然后再晕看看。哇、哦，这个龙啸，我觉得我玩个10年我都不会看腻，太帅了。这个不是 P 图哦，是真的哦。韩仔哦就会跟这把剑一样、哦，之后就是龙啸过去，两只黑妖过去破盔直接秒杀，不用贴身了。对面那些妖精以后出来战，不要再想要拉打了。阿姨们打吧，直接打，先不要放精准那些，你们直接打。然后我说晕，然后你们再一起上那个什么污水精准跟晕，好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然后放技能跟叉，哎，没有啊，没有解啊，哎，也没解啊，干好奇怪哦，哎，我效果没了，效果没了，好废哦，感觉知道紫技没有紫技的，没有紫技的效果，这不改说不过去啊。那我觉得应该要改成100%吧，一招紫技还要靠几率，还要靠人品。我们又来了。而且要压血，我觉得这个条件有点严格了、啊，还是龙啸比较香，真香啊！可以啊，喝魔水就可以一直按，龙啸无限放，不用怕没魔，还会越回越多哎、欸，那 MP。来，这个几率我记得是10%吧，红变红瓦的几率 ，OK， 两张变身，黑蛇枪兵，哇！补到了，声控，哎、欸，我这样真的很像关托哎。上次呢，奈克洛斯也声控抽卡，这个也声控抽卡，完了，我真的太爽了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太爽了，不是我要大声，真的太爽，物防加一，魔防加一 ，PVP 禁命再加一，回07整个气都顺了、啊。等一下，我们用咪牌的好不好？如果中的话，我身上70几万钻应该够转卡，所以就算无转也划算了。合成红宝石、反杀局、干两刀都没中，揭咪，就是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来准备咪牌啊，有没有啊？感觉好像白板的、欸，干你！干！有声音是不是？娃娃再来，
合成卡架。不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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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声音有没有？这声音有没有？怎么红红的？红红的，哎、欸，好像有点小只哎、欸，紫蛙都很大只哎、欸，靠呗！干，两只都卡了，突然，看来只有龙啸可以安慰我了，还是我们杀平彩娜泄愤一下，他会气喷我吗？他会开台喷我喷八小时吗？比较好了，我觉得他会。